在温哥华找一个两室两卫两车位的水泥高层楼，而且还是2000年以后的，要多少钱呢？今天我们去看的这一个叫价64万8千，而且这是温哥华，不是本拿比，不是列治文，不是新西敏。进门以后呢，左手边、右手边是一个洗衣机、干衣机，然后就是一个卫生间，这是一个 full bathroom。因为这边是有淋浴的，这边是一个储藏室。这个房子在下面还是有另外一个储藏室的，厨房这些这个台面都是曾经换过的。现在这一个呢是它的主卧，对着外面是满眼的绿色，这是主卧的卫生间，这边是带一个浴缸和淋浴。厨房的旁边是餐厅，然后那边有个客厅，带一个燃气的壁炉。这边是他的另外一个卧室，也是啊，对面都是满眼的绿色。这边是带一个阳台，在温哥华，这样的房子两室两卫两车位，叫价只有64万8，而且它是2000年以后的高层水泥楼，感兴趣的小伙伴们赶快约起来吧。